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男青年，我现在在下班的路上，因为现在3:20了，我们3:20就要往我们就是集合的地方回去了。4点钟我们的司机来专门接我们，所以一定要赶在司机来之前我们回去，上午1个小时，下午1小时50分钟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。现在还有10几分钟司机就会过来，我们先在会议室里面歇着吧，等着他。没有任何事情，玩手机听歌。现在我们的车来了，我们这是专用车，我们保安公司买的这一辆车50万以上，就专门来接待我们这些员工的。坐车1个小时，现在快到达基地了，到了就可以美滋滋的吃晚饭了，各位兄弟们。我们现在已经下来了，已经到了我们的总部基地。刚才说到吃饭，现在真的饿了，虽然一天没干什么活，就是饿。怪不得我看这些老员工都长得5大3粗，浑身是膘，不干活也照样该吃饭的也得吃。我就喜欢这样的工作，我觉得能在这边再稳个3年没问题。吃水饺蒜馒头馍，哎，老板娘，10块钱一份，糖免费，不错，好吃。好了，又回到了久违的宿舍呀，新的一天又结束了。